这一节我们继续讲 Power Pivot 数据建模与分析的第八节，关于度量值的应用。DAX 数据分析表达式度量值，它是将计算结果值于数据透视表值区域的值。那度量值受数据透视表中所处的单元格的筛选环境，也就是说，Power Pivot 帮助文件当中描述的上下文，受这一个筛选环境的影响。 筛选环境包括行列筛选器、切片器、日程表筛选器函数等等，可以在 d e x 数据分析表达式当中嵌套已经定义好的度量值。已经定义好的度量值，我们可以在关系视图里面，在表格当中可以看到带函数名称的都是度量值，以表格样式显示的都是字段名称。 在数据透视表的字段列表当中，也可以看到度量值。度量值也是有函数名称在前面做前缀的，都是度量值的名称。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日常工作当中我们创建数据透视表是怎么做的。首先，我们打开这一个销售明细表，然后来插入一个数据透视表。当前创建数据透视表是选择了一个区域创建的数据透视表。 在这个数据透视表当中，我们需要去看到每一个销售渠道的商品数量，只能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去创建数据透视表。做普通的数据透视表，它只能在一个表格当中去做数据透视。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度量值，它除了在一个表格当中可以完成这样类型的数据透视之外，它还可以做。 多个表格的关系型数据库，也就是说多维数据集的数据透视分析。我们打开一个新表，在这个表格当中，我们先导入一个数据模型，点击 Power Pivot 管理，打开模型窗口，到其他的数据源去选择一个 Excel 文件，选择到销售明细，打开。 使用第一行作为列标题，下一步选择销售明细表，完成。现在导入了两万行数据，关闭。导入到数据模型当中去之后，我们可以直接通过数据模型去创建一个数据透视表。创建数据透视表之后，把它放到现有的工作表上面，然后来布局字段列表。在字段列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做数据模型的数据透视表字段列表有一个表格名称，展开之后可以看到字段名称。然后我们可以像普通的数据透视表布局一样，把相关的字段拖到行标签，把需要统计的字段拖到值区域。现在我们看到的就不再是前面看到的一个什么求和项。 商品数量，现在看到的是以下项目的总和。商品数量，它是一个度量值名称。那这个度量值名称在哪个地方？我们可以到度量值管理窗口当中去看一下。在这里面它是不显示这个度量值名称的。那好，我们重新到模型窗口当中来看一下，在这里面也没有关于这个度量值的显示效果。这一个度量值我们称之为。 隐式度量值，隐式度量值是直接从数据透视表的字段列表当中拖拽汇总的字段进行统计的。这种方式我们是不建议大家去使用的，因为这样子做出来的度量值，它是一个隐式度量值，是不可见的，我们后期去调用也是调用不到的。所以，我们应该做显示度量值，也就是通过编辑 d e x 数据分析表达式公式来创建度量值。 我们自己去创建的度量值，我们就可以后期再进行引用。它自动创建了一个隐示度量值，我们在后期是不能直接引用的。如何去看到这一个影视度量值？需要点击到高级选项卡，点击显示演示度量值，才可以看到以下项目的总和：商品数量等于 sum 销售明细的商品数量字段的和。 如果说你没有看到这个高级选项，可以打开文件，切换到高级模式。现在是标准模式。如果说你没有看到高级这个选项卡，可以切换到高级模式，就可以打开，然后点击显示或者隐藏。显示、隐私度量值之后，在工作簿窗口当中管理度量值列表当中也是看不到的。也就是说。 这一个度量值对我们后期的操作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说我们在布局数据透视表的时候，不建议大家去使用这个度量值。而且这一个隐私度量值不能编辑，它是一个灰色的。那既然在这里可以直接使用 sum 销售明细的商品数量总计，我们可以尝试一下直接在这里直接来对它进行求和。好，我们直接删除这一个，选择单元格之后。 点击 Delete 就可以直接从模型当中删除这个度量值，在数据模型当中删除的度量值是不能恢复的。好，你要对商品数量进行求和，我们可以切换到主页，你可以把光标放到这一列下面的计算区域，也可以放到上面的编辑区域，直接点击自动汇总总和。 这里就会获得一个商品数量的总和，这个度量值就是可以编辑的。默认的名称是商品数量的总和，然后我们可以定义为总数量，就可以直接定义它的名称为总数量。然后这一个公式包含了一个度量值的名称总数量，度量值的公式等于 sum 商品数量。这个度量值的名称和它的公式同时可以在度量值。 管理列表当中去看到，同时也可以在这一个度量值管理列表当中去编辑这个度量值。做好这一个度量值之后，我们就可以来布局这个数据透视表。刚才我们把那个影视度量值删除之后，添加好度量值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数据透视表的字段列表当中就多了一个总数量的度量值，可以直接把这个总数量拖到。 值区域，它就可以对这个值进行统计。做好度量值之后，我们还有一个地方需要做一个编辑，就是说我们定义好的度量值一定要给它设置一个格式，因为我们这个数量位数比较多。如果做完之后，我们直接在这里来增加千位分割符也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直接在度量值定义好之后，就先设置好它的格式。 如果它是数量，设置为整数；如果它是有小数的金额，你可以把它设置成两位小数，并且给它加一个货币符号。在这里是数量就不需要加货币符号，但是需要添加一个千位分割符。加上千位分割符之后，我们可以拉开列宽看一下。OK，商品总数量在这里求和等于三百七十五万一千一百七十，这是整个商品的总数量。 啊，如果说我们把含标签拖出去之后，这里可以显示它的商品总数量等于三百七十五万一千一百七十，而且这个度量子的名称它不会再有求和项这样子的一个项目，它使用的名称就是我们定义好的度量子名称，非常方便，也不需要后期再去做修改。如果说你需要分渠道去看它的数据统计。 可以把销售渠道布局到行标签，就可以看到，就可以看到它的总数量。除了刚才我们，除了刚才通过数据模型去定义的这一个度量值之外，我们还可以去尝试其他的方法去定义一下。我们可以先删除这个度量值，然后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去添加它的度量值。 在创建一个空的数据透视表之后，我们可以直接在数据透视表的字段列表当中单击右键添加度量值。好，这个透视表我们先把它删除。我们可以新增加一个空白的数据透视表。现在添加的透视表它就不再是使用的区域，现在使用的是此工作簿的数据模型。 通过数据模型创建一个数据透视表，然后打开数据透视表的字段列表，选择列表当中的表格，单击右键可以添加度量值，打开度量值的窗口，可以新增加一个度量值的名称“总数量”，值的说明可以做一个简短的说明“销售数量的总计”，公式等于 sum。 输入公式的时候，输入函数，然后可以直接去调用相关的字段，还可以使用完全限定的模式去使用表格名称加字段名称。在当前表格去计算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使用字段名称就可以了。定义好公式之后，我们可以同步把它的格式设置好，数字格式设置为整数，同时使用千位分隔符。 除了在数据模型的计算区域定义它的格式，我们通过这个窗口也可以定义它的格式。通过这种方式定义的度量值，同时它也会出现在数据模型的窗口当中，在这个位置显示了度量值，同时它的格式也被设置好了。那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管理度量值的窗口也会显示这个度量值的名称和它的公式。 也可以直接通过新建度量值，在这个窗口当中去添加度量值，方法是一样的，他们的窗口都是一样的，包括说设置数字格式也是一样的，整数、小数、百分比都可以去设置一下，这里就不做更多的赘述。好，我们把这个数据透视表布局出来，布局总数量，它就会显示所有商品的总数量。 要分销售渠道去统计，就把销售渠道放到行标签，就可以看到每一个销售渠道的总数量。然后在这个数据透视表上单击右键，数据透视表选项。我们不希望它自动更新列宽，把它设置一下，然后布局它的格式。因为这里的行标签我们没有显示，把它布局成以大纲形式显示之后，行标签就会显示了。 好，除了这个总数量之外，我们还需要定义额外的几个度量值。第二个添加度量值的方法，就是在 Power Pivot 的计算窗口当中去定义，可以直接输入度量值的名称和公式。那输入错误的时候，它会以红色的删除线去提醒。我们还需要去输入下面的度量值，就是一个订单数。这个订单数是非重复的订单数，它是计算当前的一个筛选环境下。 不重复项目的数量。我们现在通过数据模型窗口去定义这一个 DAX 数据分析表达式。现在我们通过数据模型当中的计算区域去计算订单这个字段当中的不重复项目。如果说你对这个公式函数不是很熟悉，可以直接选择到这个字段，看看这个自动汇总有没有你想要的，比如说一个计数。 计数就是包含重复项的计数，看看这一个表格当中总共有多少行数据。那订单我们可能每一个订单，并不是说都是只包含一个产品，有些订单可能它包含两个甚至三个产品。那么一个订单只能算一次。比如说这两行实际上它是一个订单，它分别包含了两种产品，那我们这个就只能算一个订单。 我们可以使用非重复计数来统计，选择到这个字段，它统计的结果就会在这个字段的下面的计算区域的位置。它的度量值名称会使用一个自动的订单的非重复计数这个名称，它也会使用一个公式 distinct count 对订单进行非重复计数。我们也可以重新规范一下它的订单数，确定修改之后就好了。 然后同样的，我们需要设置它的整数格式，订单数都设置为整数，然后加一个千位分隔符。这是第二种定义度量值的方式。那还有第三种定义度量值的方式，可以直接使用新建度量值。我们来试一下，在 Excel 工作簿上面，度量值新建度量值，我们需要知道一个平均订单数，就是说。 我们知道总数量，知道订单数，我们还可以知道，哎，每一个订单大概有多少？可以使用两个数相除，总数量直接输入一个方括号，可以调出度量值名称，总数量除以再输入一个方括号，除以订单数，就可以获得它的结果。但是我们现在的订单数相除之后，它可能是一个小数。 同样的，我们需要约束它的数字格式为整数，使用千位分隔符，点击确定。三个度量值设置好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订单数和平均订单数一起布局出来。好，每一个销售渠道的总数量、订单数、平均订单数全部都布局好了。这就是度量值的三种不同的定义方式。 定义好的度量值，它会同步显示在三个位置。第一个位置是管理度量值的窗口，在这个窗口上你可以看到度量值的名称和每个度量值的公式，同时你也可以去选择每一个度量值去进行编辑、进行删除。第二个是 Power Pivot 计算区域当中的计算区域，第二个是 Power Pivot 的计算区域当中显示，它会显示。 度量值的名称和度量值的公式一起显示。然后第三个是可以在数据透视表的字段列表当中可以看到度量值的名称。另外，在我们的关系视图当中的表格上面也可以看到这些度量值的名称。特别注意，度量值如果说是在计算区域进行删除的，那就不能撤销。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把订单数按一下 Delete 删除。 删除之后，这上面的撤销按钮是没有用的。所以在数据模型当中去删除度量值，一定一定要慎重。设置为整数，那我们这里如果删除之后，只能通过重新定义的方式去获得，否则你是没有办法去恢复的。第二个，如果说我们从度量值的 管理窗口当中把这个订单数删除之后能恢复吗？我们先删除之后关闭，看看这里的恢复按钮是没有用的，说明这个地方它也是不能恢复的。所以删除之后你也需要重新去定一下订单数。这里当我们了解函数之后，可以知道它是以 D 是 DINK 的开头的一个函数，输入之后可以去选择这个函数，然后。 需要计算的是订单这个字段，计算非重复计数，整数，设置为千位分隔符。好，设置好之后就有千就有订单数，然后把平均订单数也布局出来。如果说从数据透视表的字段列表当中删除度量值之后，可以恢复吗？好，这个地方删除之后，我们就可以恢复。 在另外两个地方删除的度量值是不能恢复的，但是在三个地方都可以去激活、编辑、修改度量值。除了前面一个简单的数据表格创建的数据透视图，除了前面的一个比较简单的表格创建的数据模型构建数据透视表之外，我们可以去换一个角度看数据，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增加更多的关系表。 来做更多的数据透视布局，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在数据模型当中有销售明细，销售明细当中有订单日期，那我们就可以去分年、月、季度看数据。我们有产品 ID，可以去分产品的分类、产品的大类看数据统计。我们有销售的城市，可以去看销售的省份、销售的大区域进行数据透视分析。 关于业务员，我们还可以去看每一个销售部门的数据透视分析。如果说你有每一个商品的商品价格、商品单价，还可以去计算商品的进货价、商品的零售价、商品的利润，然后去算每一个销售地区、每一个年度的一些销售利润。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添加更多的关系型表格来创建关系，从其他员。 去找到相关的表格，我们可以通过 Excel 去打开每一个独立的工作簿，也可以通过 Access 数据库去在数据库当中选择相关的表格来使用。我们这里使用 Excel 文件，下一步去找到我们想要的表格，产品 ID 使用第一行作为标题，每一个表格添加进来，使用产品，现在就添加了产品这个表格进来。 然后再继续添加，注意添加 Excel 只能一个一个添加，它不能一次性添加多个产品。之后添加地区，使用第一行用作标题。下一步又添加了，完成，添加三百五十六行，好、啊，再来添加下一个文件。客户暂时不要使用业务员，业务员分部门统计。 下一步，选择业务员，完成，关闭。然后我们把日期表也导入，导入日期表。在日期表当中，可能有很多个字段，但是我们可能要的字段不需要那么多，那么可以去编辑一下啊。日期表可能我可能只想看到。 前面的年月季度，后面的星期这些不想要啊，可以在设计这里面看一下表属性，在表属性这里面，我们可以把后面的关于周、周、星期这个财年财月的全部给它取消掉，不要工作日也不要，我们只需要前面的这些字段就可以了，有选择的去导入这些数据。 导入数据之后，我们就可以去建立关系。创建关系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可以通过设计这里添加关系。添加关系的时候，我们主要是针对销售明细表添加一些关系。比如说，你需要把产品 ID 关联到产品表格当中。产品 ID 与产品 ID 关联之后，我们就可以去按照大类、按照分类去做数据透视分析。 这是第一种方式，创建关系之后，可以看到产品这个表格里面的产品 ID，它是一端，销售明细这边它是多端，多端是以星号表示，一端就是一个一，也就是说维度表里面的产品 ID 它是不重复的，如果重复了它就会出错。点击确定啊，如果出错之后自己再去纠正一下。除了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创建关系之外， 我比较喜欢使用关系视图，在关系视图里面，我们只需要拖一下、拉一下就可以创建关系。在关系图视图里面去构建关系的时候，我们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第一，要么你把主表放在最左边，然后这些纬度表给它放到最右边，全部的纬度表放在右边，然后去添加关系，知道都是和前面这个表格产生关系的，因为我们的主表可能只有一个。 那你可以把它放在左边，其他放在右边。还有一种方式是大家比较倾向于的一种方式，就是把所有的纬度表把它放到上面，维度表把它调小一点，占的位置空间稍微小一点，那我们这个布局就好看一点。那这个高矮可以自己去调整一下，都没所谓。然后右边还有一个表格，把它移过来，日期表移过来。好，前面我们构建了一个关系。 就是产品表和订单表构建的一个关系。当我们把光标选择到这条关系的线之后，或者说鼠标放上去之后，它就会预览到，可以看到产品 ID 和销售明细的产品 ID 是一个绿框框住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这两个表是通过产品 ID 进行关联的。业务员的关联需要通过业务员的 ID 进行关联。 那业务员的 ID 去哪里找呢？把它调整一下，业务员的 ID 要和下面的业务员 ID 相关联，可以从这个 ID 按住鼠标左键拖到下面这个表的业务员 ID 就可以关联起来。上面是一端，下面是多端，它只能构建一个一对一的关系。如果一对多的关系，这里会报错。当然，也可以从下面拖到上面去，比如说我们的销售地区。 销售地区这里有个城市和上面的城市相关联，也可以从下面往上面拖，拖到它们两个都高亮显示的时候，放开鼠标就建立好这一个关系。然后日期表日期和这个表格的销售日期、订单日期相关联。好，关联好之后做什么事情？关联好之后，我们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因为我们已经定义好了相关的度量值，我们现在只需要去。 换一个角度看数据。刚才我们是在一个表格里面去看的销售渠道的总数量、订单数和平均订单数。现在数据透视表字段列表里面就添加了四个维度表：主表、销售明细表还在这里，然后有业务员、日期表、地区表、产品表。那每一个表格里面都有足够多的字段。 现在我们要换一种角度去看数据，比如说我们要按照销售部门去做数据透视。好，新增加一个表格，插入数据透视表。现在这个数据透视表也是使用此工作簿当中的数据模型去创建数据透视表。然后我们可以把业务员这个表格当中的部门拖到行标签，然后把销售明细当中的总数量、订单数、平均订单数拖过来。 好，这个统计规则是什么？它相当于统计的就是在销售明细表中有每一个业务员的 ID，然后每个业务员的 ID 和业务员又产生一种关联，然后就知道了每一个业务员他隶属于哪一个部门。当我们使用部门作为行标签为依据做数据透视的时候，它会自动的把这个度量值。 统计分布到相关的部门上面去，这是按照部门统计的。做好数据透视表之后，要养成一个习惯，先把这个数据透视表该有的样式，或者说我们要不要自动调整列宽，这些都先定义好。定义好之后，该调的调一调，然后再去布局其他的数据透视表。 那么这里呢，我们再增加一个总数在上面。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数据透视表复制一份上去。我们可能这里不想按照部门统计了，我们要总数哈，这里就只显示总数、总数量、总金额。我们这里往右边移一下，移一个格子啊，一一个格子移不过来嘛，啊，不管它，移不动。这样移，选择区域区域动它哈，移过来。 啊，下面 OK，这是按照部门去统计的。如果说你还想按照其他的，比如说分类，复制一个透视表，复制过来之后，把部门扔出去，把产品的大类放到行标签来，是按照大类进行统计的。那如果说我们还想按照其他的分类，我们再复制一个，呃，复制一个到右边再粘贴一个表，粘贴过来。 部门扔出去，我们现在按照地区去统计，按照地区啊，东区、南区、北区、西区，因为我们每个城市和地区表相关联了，所以说它就会自动去统计到每个地区的销售数据。同时，做好的数据透视表，我们需要去给它命一个名称，选择相关的数据透视表，分析这里定义它的名称，这个名称设置为总数，或者说汇总。 这个设置为部门分析，选择这个透视表设置为大类分析，再选择这个透视表设置为地区分析。OK，这几个透视表就做好了。做好之后，选择所有的字段，双击自动调整列宽。那如果说你觉得 A 这下还太宽了，再调整一下。啊，这就是。 分多个视角去看数据统计的一个方式。这个透视好之后，我们还可以去添加一些切片器，比如说我们想分年、分季度去看数据的时候，呃，这里就不好去筛选，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个透视表。上面这个我们不想让它切片器切片，选择这个透视表，右键显示字段列表，把日期表拿出来。 年份添加到切片器，季度添加到切片器，关闭透视表的这段列表。然后年份这里我们把它设置为三列，就是两行三列，调整一下。季度也是把它设置成两列两行，看上去稍微好看一点。做完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季度它不是按照我们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这样排序的状态。 如果说我们去定义了一个自定义序列，那数据透视表可以按照自定义序列去排序。在做数据模型这里，我们就不需要去做一个自定义序列，只需要到数据模型当中调整一下日期表。日期表这里面，你看我们这里有个季，有个季度，有个月，有个月份。因为季度在排序的时候，它默认是按照拼音字母进行排序的，所以我们可以设置按照。 G 的方式去排序，就是按照这个 G 数值的方式去排序啊。确定。那月份这里也是一样的，你可以设置它。如果说你要做月份的话，也是按照月去排序会好一些。按照数字排序它不会乱，按照月份排序它是按照文本排序的规则进行排序的。设置好之后，关闭数据模型，然后这里它就会自动刷新为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然后我们看一下切片到。 二零一二年，只有一个透视表在变化，其他的没有变，说明我们还需要去关联一下其他的透视表。选择切片器，单击右键，报表连接，展开一点，连接到大类分析、地区分析和部门分析。在连接透视表的时候，只能一个一个的切片器去连接，不能两个切片器同时去连接。如果有更多切片器，也是需要去。 调整它，那两个切片器设置好之后，你可以去调整一下它的位置，把它布局的好看一点。比如说，你想统计一下它的高度，看一下这个高度是多少，七点四一。基本上我们把它，啊，这是宽度，看一下高度二点八，我们试一下二点六，然后把它对齐方式再设置一下，对齐方式设置为顶端对齐。 啊，相关相关的位置就差不多了。然后这个你可以靠右对齐一点，然后宽度方面你可以哎再拉宽一点都可以。这个宽度可以按住 Alt 键设置和这个透视表一样宽，这个也是一样的。按住 Alt 键把它嵌入到表格当中去，看上去就好看一点。这样布局之后，我们可以把网格线取消，然后再来看看它的效果是不是就更好看一点。 切要到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四年、二零一五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第三季度、第四季度，你想看哪一个维度的数据分析，就看哪一个维度的数据分析，非常方便。那设置好之后，如果你觉得这种格调或者说这种款式、这种颜色配色方案不好，还可以去通过页面布局去调用其他的主题颜色，比如说我们已经定义过的一个主题颜色，或者说。 内置的一些主题颜色，蓝色、绿色、黄色、红色、紫色，你希望获得哪一个颜色的，就去选择就好了。如果说这里面的颜色没有你需要的，你可以通过自定义的方式去定义一个主题颜色给自己使用就可以了。现在我们的多维度的数据分析模型，比我们前面这个单一的数据统计分析来的就更加高级。 虽然说,说我们都是定义的三个最简单的度量值，当我们添加更多的关系型表格，构建关系数据库之后，这一个数据模型就变得更加的有价值。在定义度量值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第一，我们需要先定义每一个最小单元的度量值。 就是使用一个函数直接获得结果的度量值，比如说求和、计数、非重复计数这些，我们都应该先把它最小单元的定义好，然后再嵌套到其他的函数公式当中去定义更多的度量值。啊，通过度量值之间的一个计算，筛选器函数可以获得进一步的结果。像这里我们做平均每单数量的时候，直接使用了上面的数量除以订单数。 当然，你可以使用这一个 sum 除以这一个 distinct count，可以直接去相除。如果说我们每一个都去定义成一个复杂的公式，每一个里面都会使用大量的函数去做这样子的定义，比如说这个数量又需要去使用 sum 函数，但是我们定义好这个数量之后，这一个数量的度量值就可以提供给更多的公式直接去调用。 比如说，我们要统计一个电脑数量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使用一个 calculate 函数去调用这个数量字段就可以了。做这样子的一个定义，有利于当我们去需要构建大型且复杂的数据模型的时候，很多的度量值它都需要重复的去调用或者说去书写。比如说这个 sum 这个数量，在这个度量值当中要使用这个数量，在这个度量值当中又使用数量。 你每次都去写个 sum，就会显得非常的累赘。所以，我们先做好基本的最小单元的度量值之后，对于后期的维护，我们只需要做一些小的改变，就可以改变整个数据模型的度量值的结果。它实际上可以做到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就是我们只需要修改一个地方，那所有的整个数据模型的内容都会发生变化。 而不需要去每一个都进行修改，养成这一个良好的习惯，对我们后面定义度量值非常有帮助。这一节我们学习的度量值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度量值的定义方式。如果我们要了解度量值，必须要去了解更多的上下文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的筛选环境。筛选环境我们会在下一节课当中去做更多的介绍。那这一节课我们就介绍到这里。